小姐，可以随便看看啊，有需要再叫我。 小鬼，来帮我顾一下。哦，好啊。哎，你需要什么？爸爸，我们想看那个杯子。杯子哦，来。没关系，谢谢。好，那有什么需要自己看一下。OK， 好，谢谢。 你好，新货哦。好，拜拜。哎，你回来了，我要回去上班了，你赶快顾店。哎，臭小鬼，你又翘班啊？阿兰嘞？我哪知？走了。小鬼，果然。你在？我好饿哦，要不要吃点什么啊？拿来吃啊，你也过来看。看什么？来看啊。果然。 你已经偷了1000了嘛？你很会演戏啊！阿兰，我来问他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比较崇拜你吗？还是他跟你比较哥们，就可以让他偷钱啊？为什么不现在问清楚？不要那么急嘛，可以吗？怎么啦？就知道你在这边，连哥哥在骂了啦。 等一下就过去，洪哥，不行啊，你狗哥会骂啊。好啊，现在过去。Shit！